各位球迷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收看由腾讯体育腾讯视频为您带来的2017年中国足协潍坊国际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的转播。这场比赛呢是第二个比赛日的第二场球，就是中国女足对阵日本女足。我可以稍微慢点。六号金晶的脚法是相当出色的，上一场比赛有两脚传球非常准，看看这次定位球怎么样，距离也非常合适。日本的门将山下丽奈，金晶助跑打门漂亮，1-0。比赛第25分钟，中队依靠一个定位球破门得分了。六号金晶这个球呢是打穿了人墙，球擦着远门柱飞进了球门，日本队的门将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哎呦，这是从人墙的缝隙里边把球打向了远角。日本队这人墙站的稍微有点问题，中间为什么这么大空啊？一个门将失误，二点控制好，金晶再给，漂亮，机会扬前打门，漂亮，2-0。比赛第55分钟，中队2-0领先。中队连续获得3次角球机会，这是通过角球之后的2次进攻把握住机会。金晶在关键位置送出一脚非常精妙的传球，杨倩半转身的打门，把球抢下来，然后突然打一反向，这球传得很舒服，然后门前是杨倩一停转身的扫射，把球打向了大门，中队2-0领先了。打门，哎呦，这个球确实漂亮，田中智子的脚下，田中智子一脚抽射，球一个抛物线。这球打的确实是好，没办法。又是断球传反向，危险危险，2-2。是吧，你这个换人是有问题的呀。球主动的一个失误，对方传了一身后球，对方现在一个后腰跟不回来呀。不是，你不能周新宇在那看着防吧。中队连丢两球，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2-2。比赛结束，这比赛打平，我认为完全是教练员的责任。这个换人是不对的，表现确实已经足够出色了，都很卖力，都很努力，都想赢下这场比赛，但是没赢下来。问题在哪？后期应该好好的想想。那这场比赛非常感谢各位球迷的收看吧。